打完就可以下班了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要不拜要不要！拜，我现在先带一个人，好喽，我带一个人走，就就离可以开你下们班了。喽。哦，也不错啦，有带一个人走就很不错没问题。了。有带走人就是很厉害。他怎么是用黑曜石做，不是用那个啊？黑曜石哪里？用四二八八，这是用什么？低岩柱，哦，你说不用屏障。低岩柱，哦，他怕说有人忘记或是看不到。那就是怪他不听规则啊。这次的坐标很好记耶，应该不会忘记吧？没有没有，他说这个柱子啊，不然就是为什重么不设用？点保护吧，把我们的 OP 权限都拔掉，有没有？不能放我有东点西好啊。奇，他有没有插到那个地形里面？看起来是没有啦，有留一点空气。哦，有留一点空因气。为他说会说到零零嘛，所以应该是有留大概，他说地底呢，有到地底哦。我觉得要有啦。看看吧，那可那你能要可问能，哈奇。好，突然怎么飞说？出去了。没有前10分钟免杀。哎，对，这次没有介绍书本呢，一拳没有听到哎。海狼喽！开杀！开打！开哎呀，打！哎呀，受伤！摔一下，摔一下！哎呀，摔一下！我去绕往前绕一点，看到柱子了。我们在边界，我看有岩浆，远处有岩浆烧起来了。觉得怕，这样会伺服器那个。那，叮叮，没有我做人炮台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我做，我好，做，我那我做。做。哦，好，你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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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哎呦，我挡住了。在那边你挖界，石头吗？你挖，要你去挖，找。我挖。哦，我们可能要小心左边哦，因为左边没有树，所以他们边看不没过有树会被看到，有没有甘蔗？要往左边找一下，左边好像是河。哎呀，哎呀，甘蔗，甘蔗，哎呦，有鸡，听到吓我一跳，附近，我被鸡吓到了。给汪汪给你，我在，我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苹果，苹果。没关系，你先给杰瑞，我先看一下，我探一下就回来。哇，有鸡耶，但是没有看到甘蔗。河这边没有甘蔗哦，不用过来了。好好好。哦，好，看起来是没人，挺安全。江水。好，回来找你们，没找到甘蔗。哎咻！哎，这边没，这个方向没有甘蔗，可能往那哇，边那个走。师傅，葡萄，师傅，斧头，谢谢你。感觉附近没有甘蔗的话，等晚，等隔一天再来。好哦。我看到黑鱼，我们左前哎呦，方面向黑曜石柱，不，低岩所柱以的你要左往前这边方。吗？黑跟团团，好哎像可呦，以有试试苹看。果，运气真好。左前方吗？刚没有树那边吗？对，山坡上有羊的那个位置。我刚刚才从那边走过来，整个歘一下。没事没事。如果他们走这边的话，可能他们没有树，或者想要回来过来打。可是没有看汪汪，那他们是玩电。我在你后面了。谁说 UHC 停办？UHC 谁啊？怎么会有人说停办呢？还没没有，啊，没有停办呢。上一届只是说要珍惜每一届。没有停办。啦啦啦，找不到甘蔗。Nope。好，手下没东西。啊，
飞鱼他没有走过来的迹象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走过去没看到他了。哦，好哦。嗯，哎呦，有盾牌了，是假的啊？你不是挖铁吗？还没有，没有啊，那个啦，煤炭。哦，煤炭。嗯，在水里的煤炭，那池水感觉脏脏的。哦，有一颗苹果真好，希望有黄金。我跟丢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就回来吧。大家在一起比较安全啊，也许吧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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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四颗苹果。嗯，大家好安静啊。嗯，安静的有点小恐怖。要认真啊！我要挖铁了，挖铁。哦，你挖铁了，你有盾牌了啊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在一开始盾牌只是挡怪用的，因为他如果他会拿斧头。觉得惊恐，但有总比没有好，可以至少可以挡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就像大家拿挡怪怪，挡枯弓，嗯，哎，这边怎么没挖干净？找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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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杰瑞，你可以丢一点石头在你后面吗？我的斧头爆炸了。哦，好，我哎，巧克力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感觉上摔到，感觉上被摔到吗？我觉得是被怪物打、欸，哎，感觉像是被斧头劈了一刀。哎，也有另外一边的人扣血。二零扣血了。如果是恶灵偷袭也不是不可能，对啊，可是感觉打一下人就跑，可是感觉巧克力应该至少会挥到半颗，因为用手上如果有工具，当然被偷袭然后就跑掉的话就不好。哎呀，嗯，你们有去找食物吗？没，那我去找好了。恶灵两颗的话应该是被去吸出太多食物啊，嗯。二零两颗星感觉是被曝光射的，差不多。那我把苹果丢给杰瑞，我去找食物。顺便帮我把路封起来啊！你要记得标记。哦哦哦哦！我怕后面有屁股被人打。哦哦哦！好，我帮你封起来。然后用什么东西标记比较好？嗯，不然你把木头反着放，侧着放，反着放，侧着放，好，侧着放。特别放也蛮显眼的，显眼啊！可是大家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、啊，至少不会知道、欸。我会觉得那是人为的，然后知道人为的，可是就不会想说这边有洞。正常逻辑应该是不会立刻想到，嗯，然后自己有准备。嗯，啊，其实这边有一个工作台，应该就还好。哪一个啊？这个啊？对，那个泥土那边，先把它堆起来吧。我去找一点食物，有更多的铁啦啦啦，多，嗯嗯，哎呦，看到一只猪，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人，觉得怕，哎，我现在遇到人的话，我就跟你们说拜拜，单独行动，你们两个下去了，嗯，咱先用稿了吗？有啊，别搞了。感谢明月的超级留言。欸、我们这附近有狼哎、欸。有啊。哦，你刚讲过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就在找人怎么讲话啊。哦。
喵哈，然后那个摇，各摔到一半。嗯。感谢超级留言。超级留言。感谢超级喵哈。不是啊。超级喵哈。啊，不是什么。没事没事。哦好。超级留言。榴莲，哎呦，我听到鸡声，有鸡肉。刚刚冲到黑鱼那边去的时候，听到弟弟有挖洞声，本来想找。嗯，应该不太好找吧？都已经钻下去了。想找啊？啊，那可能在地表附近啊。翻新成像之人呢、啊？哦，好可怕啊！嗯。哎呦，嗯，你这样直直挖过去，可能就会挖到黑鱼他们了。哎呦，嗯，我想防蚊的长，说不定会刚好交错开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我会努力的。嗯，啊，我觉得六块猪排跟五个鸡排应该够。太多了啦。很多吗？真的吃不到那么多啦。真的哦，真的好，没关系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，那我也堆起来了，都没有看到甘蔗，嗯，很快就好了。盾牌，要盾牌。哎呦，你先下去吧。好，我先下去。感谢梦梦。萌萌做了什么东西？哎呦，秋风血没爆炸了，但还是打起来。觉得怕、啊？还是说没有盾牌被怪打这样？是，有可能。哎，杰瑞，我刚有给你鸡排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好。你要寄来工作室吗？嗯，没有关系。秋风要死啦！秋风要死啦！秋风啊！我就知道。我就知道，嗯嗯嗯，就知道是怪物，他没有盾牌。秋风拜，哇，都没有挖到矿洞。隔壁啊，你直直挖就有了。我直直挖就有了。嗯，很，这是峡谷吗？走，我咕噜咔咔声，再往前挖就有。咔咔。嗯，好，先吃一点。小心你要盾牌了。好啊。哎呀，杰瑞，你身上有四颗苹果，对不对？六颗，加我刚。那凡金身上两颗，两颗，好好。我会找巧克力。也有多两颗，赶快找巧克力。在它飞起来之前先打。对，吃金果子回来。来，凡不对，杰瑞给你猪排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没事，我在等反应。还有什么？没事，我刚刚早上就搞爆了。没有猪排，嗯，还有吗？我还有鸡排。不是啦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不、哦。哦，你找到什么东西？岩浆。岩浆还有很多蜘蛛身哦，那边有铁。后面东西我拿了，后面东西我拿了。没有工作台是哪里？哦，好，我给你工作台。老铁，哎，你希望不要卡输入法，觉得怕。
好吧。不要急，好好，我不要怕，好好好，有我自己都会怕。也错啊。